据民政部网站消息，近日有网民在民政部网站留言称，现在婚姻登记必须提供户口簿不合理，很多年轻人往往因为父母粗暴干涉而拿不出户口簿，这与宪法规定的结婚自由原则相违背，建议对此规定进行修订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7月6日答复称，网民的建议我们将予以关注，感谢对民政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谢谢。